Oh ja, ist auch geil. Mann. Yes! Ja, nicht mehr. Nimm mal wieder. Hui. Die Bambi so. Giga. 让我也装个逼到来。哎呦，要捡到，就要捡到吧。来来来，今年的，今年的，今年的。Yes，第一杆啊，Yes，Yes，Yes。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，牛逼。可以啊，牛逼。今天带我好兄弟，我们两个人啊，找了一个好地方啊，这地方还蛮不错的。 刚刚他一开始钓那条鳜鱼，让我甚是羡慕，还不错，后面捕了一条红尾，开始。这个情况大概15米左右，这是一个深坎，直接垂直下去的，鱼都躲在下面了。我们把跳把那个铁板跳到那个深坎和浅，就是那个深坎那个交界处那里，那鱼就咚的一下，就是这样子的。 鱼啊，挂的多好，我把饵挂暖些，那挂的在网上。哦，挂到网上面了，然后直接。挂的，只能先挂好几天。大家看这鱼有多疯狂，我兄弟他这个鱼，这个家饵是挂在网上，从网上怎么挂底了，然后在漂了过程又掉了，好快，好打的。 牛逼！牛逼！Nice！哇！快把它踢下，过来打我！ 这是个感觉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！哦，这是个鳜鱼还是什么？感觉像鳜鱼。啊！别点。 鳜鱼啊！哇，真的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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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耍到锅子。中了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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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鱼，来个，喂，桂鱼看怎么样？桂鱼啊，又踩到，又是板龟，又是，又是板龟，哟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鱼货，看这个桂鱼啊，都这么大条条的，看到没有？看这里，这个也大了。这是我好友钓的，然后我钓的这个，这两个斑桂，然后还加这条，这条小的也是我钓的。今天我的桂鱼都是钓小的，我兄弟都钓大的。然后这是，你看这是今天我们钓的，你看。就这么大的一个还可以，这一个八两肯定是有的，七八两。